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高兴又跟大家能在我们这个培训课程呢，一起学习。每一次见面呢，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在这个礼拜，觉得对某一个道理特别有感触？佛门常说六尘说法，等于我们接触的一切人事物。我们用觉性去面对，接触一切人事物，都会有所领悟，有所启发。就像我们的祖先，他们能仰观天文呢，俯察地理，所以他们有易经传承给我们后代子孙经过三位圣人，64卦就天地万象了，那这些现象，他一看呢就有领悟了，而我们当老师要启发孩子的悟性。不能是知识性的学习，硬塞很多东西会伤脑筋可能物门都会堵住。我们从事教育就是要启发孩子的智慧、悟性，这是我们的目标都是要开悟辅导，要启发他。那我们启发学生的悟性首先我们自己的悟性要开在《尚书伊尹》里面说到的"先觉觉后觉"那我们当老师要先觉悟了，我们去觉悟学生呢，觉悟小朋友了。所以我们也要勘验自己的悟性有没有在提升。我们看现在人与人见面，我最近好忙老祖宗创字，这个"忙"字应该是行深，可能也有会意吧。这方面我不够专业他铁定是行深字他有心嘛，忙王这应该是深的部分但是呢也有会意的味道你看心死了，所以不能瞎忙不然我们便行尸走肉了，人生难得了，可不能变成每天瞎忙了。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这是儒家的人生价值。也是人生追求的目标跟佛家讲呢完全相通明明德佛家讲自觉，清明佛家讲觉他止于至善，自觉觉他都圆满，止于至善了。
用佛家的词呢，大学之道，那是行菩萨道。那我们有没有走在大学之道？有没有走在菩萨道？那这个是自己要勘验的了。俗话讲，师父领进门呢，修行靠个人。那这一句话首先不能先执着在，我教学生，师父领进门了，修行靠个人了。首先，我们得先反观我也是学生啊，那老和尚的经教领进门了。修行要靠我个人。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就能教给孩子们怎么当好学生这个是务本呢，这个是知所先后了。但是现在问题在，我们容易执着。容易住相了，住在这个相上。我是老师啊，住了相了。我在教人，那一住相就有执着，一执着就是往外，不能往内了。一往外都是妄心，用的是执着分别了，越用越适得其反。哎呀，我花那么多时间教我的小孩呀，怎么他不听我话了？都盯着小孩看了，没盯着自己的心念看呢。所以佛法是内学呀，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是借假修真呢。我们借这个身体，这是假的，因为每天新陈代谢变化可快了，真的是都不变的才叫真呢。它一直在变。可是我把这个身体当真呢，很执着他，很贪爱他，那我修不了真了。哎呀，我每天要吃什么补药啊？哇，听说这个穿山甲吃了有效啊，哇，麻烦了，还去杀生跟真正爱护自己的身体适得其反。无微不至得健康长寿，结果我们现在因为太贪爱这个身体了，可这么多野生动物被杀，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说法说，哎呀，多补啊，多补啊，你看，造成他们的命劫被我们杀害了，执着这个身呢，不止修不了真心呢，造很多业呀。身是假，缘聚缘散呢，因缘聚散也是假。但是大家不能一听缘聚缘散都是假，算了吧，不理他们了啊。我们还是要认真习缘呢，借假修真呢。比方说在缘聚缘散当中，自己的心量扩宽了，越来越能包容同事了，包容他人了，这借假修真了，甚至于养育自己的孩子，
也是缘聚缘散啊。假如这个看不破啊，那就可能要变成什么，或子枯父啊，或父枯子，或子枯父，兄弟夫妇更相枯气啊，一死一生就迭相爱恋了，忧爱结福啊，无有解时了，连好的缘也修不了真了，好的缘变成贪爱了。所以为什么 老法师常常问我们一句话，你会吗？会不会修行？会不会用心？心用对了，这人生一定是幸福的，自求多福。啊，自己心用对了，接触我们的亲戚朋友，都会受到我们的感染，啊，影响。那好的影响啊，自他不恶啊，自他都受用了。所以我们得赶快会啊，会用心，会修行啊，这叫真正珍惜因缘啊。所以喜缘也不是挂在口上的，我们得检查检查。哎，我提升了，亲戚朋友也提升了，哎，我真的喜缘了。啊，刚刚我们陈校长有举手，啊，哎，有请。尊敬的我们上长下的法师，还有我们尊敬的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啊，因为刚刚啊，法师有特别强调说，这个礼拜有没有啊听了这样的一个上课啊，有没有特别的感受？有，要跟法师还有跟我们全体的大众同学来报告。啊，因为法师要我们说，我们要用真心啊来对待同事，用真心来对待学生。啊，那也要说我们只要把心用对了啊。这样子就是啊，但是啊，那个弟子啊，这个礼拜啊，就觉得啊，在礼拜六、礼拜天呢、啊，心啊都不平静啊，都不平静啊，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个礼拜啊，心就是静不下来。想说，师父叫我们用真心，那真心也告诉我们说，真心啊是清净平等觉。那真心起作用的时候啊，那当然一定是。感受一定是很清净啊，很自在才对呀、啊。可是啊，这个礼拜啊，觉得不清净。而且我礼拜一早上哈、啊、要出门的时候啊，跟我这个大女，我大女要去上班嘛，那我准备要去上班嘛。啊，结果一出门口啊，结果一发现啊，也给大家啊笑一下没关系啊。一门口一开出，哎呦，怎么我门口啊一个狗大便。啊，因为我们对面哈、啊，他养了几只小狗啊，这个一年半之来哈、啊，就从这个一年半来呀、啊，他从来哈、啊、以前有啊，但是啊，哎，说也奇怪哈、啊，接了一条龙的志工之后啊，那个小狗从来没跑到我们家来大便啊，结果礼拜一早上要出门，啊、真的就在你大门口跟你便，结果我女儿跟我、啊、两个都笑了，因为他就说啊，爸爸，我们两个是不是有做错了什么事哈、啊？因为法师也想过了说哈，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哈，要也要，古人是观天象啊，我们是观这个、啊，结果开始想，结果他走了，他也笑哦，我进来，一进门呐、啊，就一句话，我们的，因为我们每天每个礼拜跟学校同仁，我们礼拜二、啊、都会一起共读《弟子规》嘛，啊，结果《弟子规》的那个法语啊，就跑出来了，一进门就，凡是人皆须爱。啊、我就知道错了，因为、啊、反省自己、啊、一个礼拜、啊、对待同仁对待学生、啊、也没有用真心、啊啊、也没有把心用对、啊、所以、啊、心情就很起伏、啊啊、一句话我们弟子规、啊、那个应该是我们的古圣先贤、啊、来提示、啊、要好好的用真心、啊、所以、啊、礼拜一到学校去马上用
用一种比较柔软的心来跟同人相处，哇，结果啊，本来要跟同人啊，可能要开始结恶缘了，又变成又善缘了，啊，善缘又开启，啊，所以有很深很深的感受，感恩法师啊，这样子这一段期间的一个提携跟教导啊，受用啊匪多，受用匪多，感恩法师啊，供养大众，阿弥陀佛。啊，谢谢陈校长啊。这个处处留心啊，我们都会很有感受啊。当然这个我记得小时候这大便叫黄精是吧？哦，这个当肥料是挺好的啊。哦，我们这个任何事情啊，都用正向去看，这样就事实是好事啊。当然，更可贵的就是我们校长他会反观，能反观呢，我们就能从心地呀，来转变境缘，一切法呢，从心想生呢，而且他也提到，我们是要处事啊，用真心。用对心，其实我们处事啊也不是很复杂，就守好这颗心就好了。有时候我们一想，哎呀，我还要面对这么多人，想了就烦，是吧？其实不要把人生搞太复杂了，就是看好我们这一颗心。不怕念起呀，只怕觉迟。赶快把阿弥陀佛啊提起来。而且啊，当我们的心平静的时候啊，我们说静水照大千呢。这是用比喻啊，比方说这个很大的湖啊，它上面都没有涟漪呀。旁边的这些树啊、山丘啊，全部映得清清楚楚的。同样的，当我们的心平静、清静了，那经文自己会冒起来的。而且那个经文冒起来，还刚好跟我们遇到的境缘相应。你看，又没有刻意去想，它冒起来了。这是我们本有真心的作用啊！佛门常用的字啊，集而常照，这些词都是在叙述真心。集是清净啊，它很清净，不是像木头一样没反应啊。遇到境缘呢，它起照，起观照了。可是他在照的时候呢，心还是清净的。照而恒寂呀。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在处理事情。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不能让自己的心乱了。我在处理的时候，我在照而恒寂。我要提醒自己，哎呀，心不能起对立啊，要清净。心不能急躁了，心不能对人有成见了，假如有这个稍微的心念起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它扶下去了，就好像我们在跟孩子谈话对应，有时候他一个言语的态度或者一个表情，也会触动我们对他以前的印象啊。可能他那个表情，你怎么又来了啊？我们的气要上来了，好，赶紧啊，再扶下去，是每天都在练心啊，立事练心，练到呢不起成见，不起对立，
啊，那我们就不被境界呀、影响我们的心念，不被境转了，我们就能转境了。因为我们都很真诚嘛，慢慢慢慢，孩子的真诚被我们唤醒了。哦，所以这个佛法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其实就在我们眼前呢。啊，所以校长他就体会到了，心转境界就跟着转了。哦，那刚刚校长一开始说啊，这个法师说的。就这个啊，一条龙的课程，我们有什么领悟没有啊？哦，刚刚我没有说一条龙课程啊。哦，陈德是说，哎，这个礼拜有没有对什么道理有领悟啊？因为假如我说一条龙课程呢，怕大家就有压力了。哦，你看这个陈德法师在要求我们呢，听课就得一定有领悟。哦，所以我刚刚没有说那种课程啊，就是大家所听过的经教哎，能够在生活当中自己起观照啊，这是我们本有的能力哦，真心本来就会起用啊，集而常照。啊，假如这一个礼拜下来呢，好像头昏昏的，什么也没感悟到，好，那就需要调整调整了。好，我们这个状态呀，有可能跟孩子相处很多机会点，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机会点一错过了，就不能长善救失了。啊，不能救失啊！哇，自己的孩子跟学生那个习气就开始增长了。哦，不能长善也很可惜啊。那个机会点掌握住了，可能他的善根就不断增长了。啊，当其可之谓时啊，即时法，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哦，那刚刚也跟大家有提到啊，我们面对每一个境缘呢，怕的就是住相。我是老师，我是爸爸，我是妈妈，你都得听我的，我叫你咋做你就咋做。比方说。哎，我学理工的，理工科的啊，跟这些机器呀、这些物质的东西呀，比较深入。哎，你可不可以拿这一些部分全部套在教孩子啊？孩子是不是机器运作啊？孩子是不是写程式设计啊？当然，一些原理原则，它还是有可以相通的地方。可是你不能太死板哦。其实我们不管是学理科的，或者学工科的，不一定学到中道上去啊。哎，学文科的比较感性，学理科的比较理性。哎，那理性跟感性不就是二了吗？哎，佛法是不二法的。这个感性中有真正的理智，这个理智中有真正的真感情，这就对了。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恩威并施，不会过。不会不及啊！我们真的，一切皆考验了，
看而怎么办？对镜若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境界考我们什么，需再从头练。比方说，对孩子，我们控制欲很强，控制要求。孩子现在都15岁了，其实我们从他生出来几个月，我们就在控制要求了。只能几个小时给他吃一次母奶。哭得再怎么样都不要理他，就好像机械化运作了。我们想一想啊，人的状态有没有可能都是一成不变的状态？不可能的，外在的环境对他都有影响。可能今天客人来了，声音比较大，他或许消耗的能量比较多，都不一定了。我们这个控制要求啊，我们当父母的没有发现，十几年之后，孩子还在考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的话，那跟孩子一定会叮叮当当一大堆事情的。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是孩子错了，所以。对镜若不是啊，面对境界不知道这个境界是在提醒我什么啊，就会着在我要教孩子，我要教学生，我们回不到自己的心念上了。这样啊，教学不会有喜悦，而且越教啊，烦恼越多。越教啊，可能越无奈。觉得孩子太难教了，然后也会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怎么得到的都是这些结果？所以我们悟性要提升呢，一定要做善财童子，不然悟性要提升很难了。提升是一个结果，一定是我们的态度对了才会提升，有因才有果。那善财童子只有一个学生，其他一切境缘是老师。不然我们在为人君、为人亲、为人师啊，这些角色上。太容易控制要求了。我们哪怕当了一辈子的父母、老师，甚至领导，有时候我们还察觉不到我们这个控制要求的念头。所以修行不简单连我们挺敬佩的苏东坡先生。你看他伴君如伴虎啊，他敢直言不讳呀，这样的胆识也不是一般人比得上的。最后把皇帝气到，把他放到海南去了。看这个忠臣啊，刚正到什么程度呢？看他流放的地方就知道了。你看，没有比海南更远的啦。更不容易的是什么？流放到那种地方，还可以活得好好的，那也不是一般的功夫啦。那些地方，这个瘴气很厉害的，水土会不服的。只要这个浩然正气不够啊，绝对客死他乡的。可是苏东坡先生到了海南去。对老百姓做了很多贡献呢，搞教化这样的修养了
真正要观自己的心念也不容易的。原来他跟佛印禅师相处，啊，在那打坐，觉得境界不错啊。起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啊，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了。然后就写去给佛印禅师了，啊，佛印禅师给他批一个字啊，就拿回来了，啊，他一打开来，给他写个批字，啊，他马上就过河去了，要去找佛印禅师理论了，结果这佛印禅师在这个山下啊，人家就写了两幅字等着他了，啊，这八风吹不动啊。一屁打过江啊！哦，我在想呢，假如苏东坡先生当时候啊，突然往内观呢，他可能就开悟了，他的根性也不一般了。他假如顶礼三拜啊，可能苏东坡就变宋朝的祖师也不一定了。其实我们人生呢，几十年过来，有很多可以开悟的机会。什么是开悟？老法师讲的啊，发现自己的过失啊，叫开悟了。积小悟啊，成大悟了。哎，真的觉得自己有这些过失。不断的提醒自己啊，慢慢慢慢就不容易犯了，会一再犯呢，是认知不到，认知不深刻。所以苏东坡先生这样，要真正克念作圣呢，不容易啊。所以颜渊问仁啊，孔子怎么知道？克己复礼。克己啊，是自爱啊，我们能放下贪嗔痴慢疑啊，我们能放下分别执着，我们是自爱的。我们假如不放下贪嗔痴慢疑，我们跟人相处也会用出来啊，用出来怎么可能利益我们的亲戚朋友跟学生呢？一定受我们负面的影响了。所以《论语》这些话很有味道啊，很有智慧啊。所以儒家两纲八目，其中前面的四目就是做克己功夫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功夫都在念头上啊。其实，儒释道所有的经典都是在教我们用心呢。六祖大师有一句话讲，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呀。我们修学，首先要认识真心。啊，我们有见过啊，佛学家著作等身呢，脾气不小啊。那他没有受用了，因为他不是本心呢。虽然写了那么多理论呢，还在用贪嗔痴慢，不是本心了。那真的那些书写出来能利益他人吗？也不见得，比较不容易了。心生种种法生，我们自己习气扶不住，我们讲出来的话
写出来的文章有没有可能掺杂自己的意识在里面。哦，除非我们警觉性很高，哎，我述而不作，性而好古。啊，我虽然还有脾气在，但是我很提醒自己，我讲出去的话一定要跟经典相应。没有这样的态度啊，没有这样的警觉性，一出名了，哎，我想写啥写啥了，哎，我想说啥说啥了。所以修学啊，藕益大师说的观心为要啊，真的很重要啊。哎，我们可以静下来问问自己，哎，这个孩子到我们家来啊，是考我什么啊？我在做题目，总不能连考题都没看清楚啊。哎，我现在接这个班，这个学生啊。我发愿要当好老师的，我要利益学生。啊，这个愿一发，佛菩萨安排啊。哎，那这些境缘就是佛菩萨安排的了，给我考试的，现在考我哪一点？哦，我们都考过试嘛。啊，题目都看不懂，怎么作答啊？哦，这个申论题都看不懂，不能作答了。哎，真的，我们真的静下心来，每个学生给我们的考题都不一样。哎，我们真看懂要考什么了？哎，考我要有耐性了。啊，我这个一提醒了，哎，跟他的互动状态啊，就挺好的。哎，考我不要对人家，对人家落成见。哎，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哦，看着他这个以前的印象要冒起来的时候，就想着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啊，因为老法师说，我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哦，这个教诲，我听老和尚讲好几次的。哎呀，我要依教奉行，不依教奉行就是玩弄老和尚的教诲了。哦，你看我也。在那里挣扎哈，赶快提起来。哦，哎，他是阿弥陀佛。哎，这一念能提起来，自己的心就恭敬了，就平了。哦，所以每天、每个礼拜、每个月过得太快了，飞快啊！我们得借假修真呢。我们得得日进过日少啊，我们得越来越看得懂到底在考我什么啊，我不能每天稀里糊涂的过了。啊，我们就啊，啊，这个论语啊，其中一个当领导者啊，叫季康子。啊，鲁国当时候呢，三家把权呢，其中权力最大的就是季氏。啊，所以这个季康子等于是他鲁国权力最大的人了。啊，我们看他在《论语》里面呢，跟孔子几次对话哦。啊，在为政第二，季康子问。季康子问孔子：“使民尽忠以劝，如之何？”他问孔子：“啊，让老百姓啊能够恭敬，能够尽忠，啊，能够互相规劝，啊，哎，达到这样的效果啊，目标怎么做呢？”他是一个领导者，哎，让老百姓尽忠以劝，该怎么做？
哎，其实真正有悟性了，当他问这个问题，他能够反观，他就感觉自己的心态有不对了。啊，有时候我们想讲一句话，完了，哎，不该讲，说回来了，关照到了。啊，因为承德当时候在海口，啊，有一次，啊，一个企业啊邀请我们去跟这些高管做交流。好，那首先呢，我就跟他们提到。我说今天跟大家谈管理啊，首先大家一听到管理，想的管谁呢？他们瞪大眼睛，管员工啊！哦，哎，这样的认知啊，很正常啊。但是这个是向外喽，不是向内喽。向内是佛法，向外叫外道。所以我们学佛不能学成外道。哦，所以季康子他在这里，其实他的念头里面有什么？要求老百姓啊。哎，孔子怎么回答他的？子曰：“凝之以庄，则敬。”你面对百姓的时候，非常自重，非常庄重，老百姓自然对你恭敬了。啊，我们举个例子，哎，当老师的人，啊，穿个短裤，穿个拖鞋，上了讲台。你说孩子会恭恭敬敬坐在底下吗？哎，你老师上台去，哎，衣服非常的整洁。我们去观察啊，像李炳南老师，看他那个外套啊，穿了一辈子啊，啊，从1949年到台湾来，一直穿到他老人家圆寂30多年，那个。啊，那个大衣啊，保护得很好啊，很爱惜啊，哎，一穿特别庄重，哎，里面的内衣啊、袜子补补丁的，可是对外的对人庄重啊。好，所以凝之以庄则敬啊，啊，孝慈则忠。你要老百姓孝，首先你要教，哎，你要老百姓忠，你君人臣忠啊，你要仁慈啊，啊，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你要以身教，要以言教去教导老百姓孝啊，孝慈则忠啊。啊，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呢。啊，哎，整个国家的风气，又不是你要求它就变了。啊，拉回来我们一个班级，学生的风气，他也不是我们哇每天一直骂骂要求，他的风气就变过来了。要举善呢。你要带动他，引导他，你把善的举起来了。啊，就像啊，有一个节目叫《感动中国》，哎，有报道过白方礼老先生的故事啊。你看那个故事，我相信接触的人没有不动容的了，举善呢，向一个无私奉献的老人家学习。我记得好像在东部，台湾东部，有一个卖菜的女士啊，
啊，我现在年纪有一点啊，记忆力没那么好了哈。哦，他还被好像是美国哪个很有名的杂志啊，是报道行善的，结果他还列在那个前100名里面吧。啊，哎，一个卖菜的布施啊，还让人家报道出来，因为啊，他的捐款呢、啊、上千万呢、啊。他卖菜呢，他很愿意布施。哎，他卖菜，做卖一把出去能赚多少钱呢？居然能捐那么多钱，哦，而且啊，他是听老法师讲经的，哦，这个是key point 啊。哎，人家虽然是卖菜啊，但是人家在卖菜当中行菩萨道啊，啊，他有听经闻法，所以不能轻慢任何人哦，啊，有可能啊，我们去买菜的那个卖菜的是武林高手啊，哦，人家是真正修行人哦，不能轻慢哦，所以在六祖慧能。啊，《六祖坛经》里面有一段也是在教导我们不能轻慢任何人啊！啊，因为这个六祖大师听说啊，这个神秀大师有一所记哎，他听了说，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呀？你看，他只知道堆房，其他地方都不知道。全神贯注在自己工作上，啊，绝不去打听事情，他是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所以老法师说他再聪明就是修定，这个没有老和尚点出来啊，我们这个看不出那个门道出来，啊，老实道我学不来，哦，所以我听完这个，哎，我要把打听这个习惯打掉才行了。哦，不来了，这个道业要静都很难了。啊，结果去了之后，啊，有个居士啊跟着去了。啊，六祖说别驾，啊，你可不可以也帮我写一下？我也有一手记呀。啊，哎，这个别驾，你都不识字，还能写什么记呀？啊，那个六祖大师说：“下下人有上上智啊，上上人有没意智啊。哎，哪怕他是一个县长，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是福报啊，不代表他有智慧啊。可是下下人，你看我们以前看《天龙八部》啊，哦。”这个不是鼓励大家去看连续剧啊，是我刚好冒出来那个扫地僧啊，这个栽培虚竹的是吧？哦，那个扫地僧功夫最高的，没人瞧得起他，默默无闻呢。这个叫低处有道啊，高处有险的。啊，越高处越听不到真话啊，忠言逆耳利于行啊，但是越高处呢，得要练出能听忠言呢。哦，所以这个下下人确实有上上智。我们小的时候啊，那个啊卖这个豆花的倒灰哦，哇。那个很香啊，它那个盖子一打开来，哦，它是传统的做法的啊。现在你去超市啊，那些倒灰都没有那么香了啊。哦，他看着你吃，他很高兴啊，卖的也很便宜啊。啊，有时候看你吃的时候还会跟你讲故事嘞，是吧？哦，这些人可能是不喜欢去争世间的名利啊。
做点小生意，说不定人家智慧很高的哈，所以若轻人呢，则有无量无边罪啊，不能轻慢的。所以当时候看到，说台湾这一位女士的报道，又是人家美国著名杂志报出来的。听说台湾那一段时间呢，小额捐款激增呢。哎，因为看了以后，哎，我还比他生活应该赚的还多一点了，是吧？人家都能这样了，这叫举善，互相规劝。像杭州有一位女士。他刚好看到一个小孩呀，好像从差不多10楼要掉下来了。小孩啊，千钧一发之际呀，他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了。哎，你看人呢，至诚的时候啊，他有智慧哦。他在跑的过程把他的高跟鞋踢掉了，结果他冲过去的时候，那个孩子刚好掉下来。他直接用手啊，把他救下来了。他的骨头粉碎了，哎，真的救活了。当时候他还在哺乳啊，他自己刚好生产完了，那孩子不能吃他的母奶了，因为他在治疗。结果后来啊，杭州政府啊。在他们著名广场上竖了一只手啊，里面有一个小孩啊，就是这位女士的精神，把她塑造她一个市民广场上去了，这都是举善的。听说那个市区啊，那个社区啊，她所住的社区啊，在这一个市之后啊，很少有人吵架了。偶尔吵的时候啊，旁边的人说："你看人家都又不惜生命去救人了，那还为一点小事吵架，太丢脸了。"哦，所以这个都是举善的。我们现在报纸啊也不举善，每天呢狗仔队啊。哪一个这个影星又交了什么男朋友、女朋友了，都在追这些东西了，这个都影响整个风气啊，所以真正负责任的政府，他会护念百姓的清净心领导者如此。父母亦如此啊，老师亦如此啊，君心师的道理是相通的啊。所以为什么老法师说："哎，我们办一条龙啊，不要有插班生。你插班进来了，假如同侪影响太大，那前面的努力不就大打折扣了？都考虑得很细呀。"不要说小孩了，诸位同修啊，大人受不受影响啊？承德最近观察了，50岁照样受环境影响啊，70岁照样受环境影响啊，只要这个禅定功夫还没练成，通通受影响。古人说的"生我者父母啊，成我者朋友，亲父善友啊，如雾露中行啊，虽不施衣，时时有润呢。
大家去过溪头没有啊？溪过山林溪啊？哎，你走在森林里面啊，你也没有看到水珠啊、水雾啊。哎，它随时你的衣服啊都沾一点了，时时有润呢，随时在影响我们。你看《论语》里面，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所以选择朋友，在我们成年以后，至关重要。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私的人就会跟自私的人聚在一起，自私的人跟无私的人呢，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古人讲这个很有道理呀、啊。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心呢，时而有怨呢，时而有自私啊。这个时候啊，所接触的人影响太大了。我们都读过《出师表》啊，亲贤臣，怨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啊。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啊。一个朝代如是，一个家亦如是啊，一个人亦如是啊。而我们冷静看看，果仁者人多畏啊！哎，我们身边真的有德行的人，我们还不大主动去亲近他哎，反而一些可能会话多、是是非非的，我们还喜欢去跟他聊天。人跟人都是感召哦，所以朋友在出什么考题给我们，我们要看得懂看我们能不能呢、不兴事于要在政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也是《论语》的话了。诸位同学啊，不好意思让我一节一节这样上我有点上不来因为《论语》让我放到后面才来上其实现在我们看老和尚这个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里面有几句《论语》啊，不少句吧。这个儒释道教的都是共同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啊，它相通的。没关系我们现在刚好谈到这些的部分呢，我们真的进入这个四书选讲，我们就可以讲快一点。前面我们有提过了，这都是活的这个不是死板板的，好。十善业道经，它最核心的一段教诲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不止哦。来世断了，现在可以断了，因为这个经文没有说菩萨有一法能断下辈子恶道苦，不是这样讲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见长。事即能令诸恶永断，善法圆满。接着，常得精进，诸佛菩萨
给予慎重。哎，经文没有说下辈子才能亲近诸佛菩萨，给予慎重哦。哎，我们去想象一下，一个人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口上不妄语，不两舌，不取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一定会感应佛菩萨良师益友来的。佛菩萨大慈大悲啊，这个世间越苦难，他们越感应来度化我们啊，这是不难理解的啊。我们常常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啊，菩萨是有感有应啊。我们真的奉行十善的感应啊，我们的缘分就是跟这些良师益友诸佛菩萨在一起啊。啊，真的心守住十善，你一打开书啊，真的是神交古人啊，神交佛菩萨了。哎，我们去观察老和尚交朋友啊，都交比他大的，甚至交什么他爷爷辈的啊。老和尚当时二十几岁，哎，都亲近朱经座老居士啊，给他讲很多因果故事啊。啊，老和尚当时三十岁。到普里去啊，啊，当时候伺候出家人啊，忏云法师啊，啊，还有朱静咒老居士呢，啊，通通是大他一辈，甚至大他两辈的长者，哎，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处啊。人生有很多要面临、要抉择、要思考的。趋至老成，急则可相依呀、啊。侠逆恶少，这些吃吃喝喝玩玩的，一谈就是财色名利的，久必受其累呀、啊。啊，这是朱子治家格言的一段话。所以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首先举的十六正士为表法，第一个就是贤护等。十六正士贤护，要会护念自己呀、啊。啊，我每天所看的书，我每天所接触的人，都在影响自己呀、啊。当然有好的缘呢、啊、还得珍惜啊。我们看这个季康子就不够珍惜了。孔子都在点化他一个当领导者的心态。啊，在论语里面点了好几次。啊，刚刚跟大家讲的是啊，在为政第二里面的句子。啊，举善而教不能，教不能就是啊，比较没有智慧的百姓啊，你还办课程啊，扫盲，让他们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啊啊，或者是鳏寡孤独啊，他生活不能，没有能力啊，你去帮助他。啊，这个百姓被你的仁爱心感动了，他互相帮忙了。我们是带一个班级也是一样啊。哎，孩子过去生种的因不一样啊，聪明智慧也不一样啊。啊，有些学习能力很高啊，有些比较迟钝啊。
哦，不过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啊，都有本善哦。他现在有障碍而已啊，障碍能去掉了，那他也有无量的潜能哦。啊，就像上一次跟大家说的，大只鸡慢提啊。啊，为什么我还要提这一句呢？因为我那一天呢讲台语太高兴了，忘记我是在讲闽南话了啊，所以后来有同修发来，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啊，我忘了，把它翻成普通话了啊。这个俚语是大器晚成啊的意思。啊，因为那个公鸡长得大，它要吸一口气吸得比较长嘛，啊，它要吸吸吸才能咕咕咕才叫得出去吧？哦，所以这个礼敬诸佛啊，在教书真的是很重要。那我们面对啊，比较。家庭困苦的，我们多去关心。啊，成绩学习状态比较差的，我们多一些时间去指导他。哎，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哎，成绩好的学生，哎，老师，哎，这个同学我来帮忙。啊，因为你留了两三个下来，哦，老师，这个我来帮忙。哎，把他的善根吊起来。教不能，则劝。啊，那种行善啊，助人为乐的风气啊，被老师带动起来好，那我们再举啊三句，都是记纲时问的。我们去感受感受一下，他这个领导者在问东西的心态颜渊第十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政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政？”提醒他了。你是领导者，你自己要以身作则哦。哎，季康子又问了，季康子换道，可能这个国家盗贼比较多了，他在那里伤脑筋了，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因为你自己很喜欢货物啊，很贪心呢，上行下效啊。假如你不止不贪，你还乐善好施，那你去鼓励老百姓去偷窃，他都不愿意，就你是君子，我就要当小人，你就带动了行善的风气了，就人民这个错误的风气就转过来了，领导者问好像都是。不是他的错了，但是孔子都一直提醒他，会有这个结果跟你有关呢，为政在人呐，人存正举呀，人亡正息呀，所以孔子仁至义尽啊，点了季康子这么多次了，他又问了。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哎呀，都在问政。如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啊
啊，把犯罪的人杀掉，啊，让他们来，就是啊，这个无道是恶人呢，有道是善人呢，啊，把恶人杀掉了，啊，让他们来行善，这个做法好不好啊？啊，孺子何？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你办政治怎么用杀人的呢？啊，子欲善而民善矣呀！还问那么多问题，点的是同一件事啊！你要以身作则啊！啊，所以我们遇到再好的缘，哪怕我们每天都在听老和尚讲经，其实点的问题点都一再重复啊，可是我们有觉得体会到老人家在点我们什么吗？假如我们没有体会到学佛，我们就变佛游子了，很油条了啊，听了背了很多京剧啊，还可以跟人家对好几句，但是跟自己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还是打成两截了，那就不得受用了。哦，所以子欲善而民善矣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是上位者，在位者。小人是指百姓们，也是可以指领导者跟被领导者。那用在我们班级里面，哎，君子是老师啊，小人是小朋友啊。这里的小人不是骂人的意思啊。啊，对呀，那草上之风必偃。啊，老师真有德风吹过去了，哪有孩子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哦，好，所以我们可能在每一天的情境会有一些体悟，啊，甚至于开卷有益，啊，我每天读个几段《论语讲要》《论语讲记》，因为我以孔子为师啊，学儒要学孔子，尤其啊，他是我们教育界的啊鼻祖啊，开山鼻祖啊，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啊，以他为榜样。哎，他每一句在指导我什么，这样就开卷有益了。好，哦，那包含我们跟大家这一两节课一起交流传统文化老师应当具备的素质。其实这些开示都算是老人家用他的智慧来教导，而且还浓缩了很多经典里面的重点在其中。我们学到了，哎，我们放下贪，放下嗔。上一次我们还提到，要放下痴。那我们要有智慧啊，来启发学生啊，包含学习的次第都不能乱啊。接下来呢是放下慢啊，慢这个字啊，佛家讲我慢高山，法水不入。等于是我们要把慢放下了，
佛陀善知识的法才入得了我们的心呢。尤其我们切记啊，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论断善知识教的。在这个论断当中啊，对老善知识的恭敬心啊，就开始变化了。人堕落啊，都不是一天堕落的，他是不知不觉，心态变了。为什么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二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化云烟。真的，我们去问一问，什么时候堕落的？不知道。可能在一个心念，他这个岔路就出去了。所以老法师说，谁是传人呢？100%听话的，他不打折扣啊。我们今天打个1%，他就开始变化了。所以记得当时候老法师这应该都是20多年前的。老法师说，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经教都是我们娑婆界做得到的。哪有说他老人家讲完这部经了，然后对你说对不起，你做不到。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善知识，尤其佛菩萨，他是应机呀，他不是说我很想跟你讲什么，他有个我很想，他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他是应我们的机。那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啊，佛陀50说法都在应机呀。为什么要先讲阿含？大家没基础啊，要讲12年哦，方等8年哦。可不可以佛陀说，我最喜欢金刚般若了？好，一开始就我最喜欢讲，那他那佛就已经有我喜欢那个我相，我相一起四相就出来了，有我就有人了，就有众生了。就有受者相了。这些大乘的这些义理我们要体会到啊，不然我们很多思维是违背了这些大乘的义理的。我们有遇到老师啊，对着学生讲啊，老法师很多说法啊，太理想了。哇，这个话说出去，学生假如信任我们，太理想了，那你说他下一次再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会不会变化？这一段太理想了，他就没有受持了。依承德个人来讲，跟老法师学习差不多25年左右啊，我没有听到老和尚讲哪一句是理想，做不到的，是我们肯不肯做的问题。我们自己说老和尚讲的是理想了，就开始自己挑了，这是理想，好，放这儿吧。这动作一出来，跟谁学啊？跟自己学了，因为是自己挑的，哪怕是我们挑出来，老和尚讲了这些我挑出来了，你真学他的时候是用你的心在学，能真正学到他的东西吗？
说不定你学个两年又挑一堆出来了，这些也是理想，再挑出来。老法师都在给我们表演了，啊，您未成功找方法，难道我们遇到的问题挑战还会比他老人家大不成呢？你看，他老人家到联合国去，把5000年这些怎么治国安邦的方法都讲了，修齐治平讲得很清楚了。这些和平专家学者说是理想做不到，老人家没有退缩啊，反而有很深的体会，这个世界最大的危机是信心危机，还不是环境，还不是经济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信心就不可能去学。东方不学儒释道，西方不学宗教了。一不学，人心越来越堕落。所有问题，通通是人心现的，怎么可能解决得了？所以信心最关键呐。所以阿难问是佛即凶经，指导我们从名师受戒。啊，这个首先提醒我们，我们要依止一个善知识，也不是情感，也不是一时冲动。啊，在密宗啊，在藏传，我有听到，你要找一个学生，你要教他，成就他。啊，老师看学生12年，学生看老师12年，哦，这很慎重的事情啊。那不是说一时冲动的，为什么？这攸关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所以诸位同修，你修行的事，你不能随便问一问就随便听一听啊。此生不将今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呢、啊？这一生呢，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的，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呢、啊。所以一定要借这个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呀、啊，得人生闻佛法。又闻的是当生成就的持名念佛法门，决定不能跟自己这么难的机缘过不去啊，这么难得的机缘呢、啊？所以不能人家讲。一听人家讲了老和尚的教诲，就提不起来了。很多人遇到很多境界，然后都不知道怎么做。其实啊，心上没有师父上人的教诲，有的话，一用师父的教诲一思维，这些问题大部分都能解决了。遇到了没有提起这些教诲，要到处问，越问自己越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从名师受戒，要依止师父上人了，以前学的就要放下了，就像老和尚去见李炳南老师。李老师给他开3个条件。诸位同学，我们想一想啊，
老和尚这样的根性都要守三个条件呢。那我们假如不守，能学得成吗？哎，你们摇头的，我没说什么啊。哎，很多问题我们要自己思考的。我们现在的难度，修行的难度越来越难了。内的烦恼，我们不说多少吧，比30年前的人多多少。外的诱惑，那比30年前又不知道多多少倍啊！30年前那时候 WiFi 还不是那么厉害啊，现在呢？啊，我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那电脑还很大台呢。现在一个掌上就有那个功能。所以我们警觉性要很高啊，我们才能冲破轮回啊，从名师受戒，专信，不能怀疑呀，你已经选择好了，你就要信任老师的教导啊，因为他是名师的，那我们要。老实听话，真干了，专信不犯，在净缘当中不违背师父上人的教诲，而且还要精进的学哦，不能当消遣哦，精进奉行，不失所受啊。所以首先要放下慢心啊。我们学习颜回夫子啊，颜回夫子，这个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语"啊。哎，老师的话他就直接放在他心上了。好，退而省其思，亦足以发。哎，看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也没有提出问题。离开以后，私底下观察他。哎，他真的都听懂了，还可以跟同学们分享他的领悟啊，要回也不语啊。他那个是100%信任老师的一种学习状态啊，也是我们的学处啊。师父上人说到了。无论老师多么优秀，成绩多么辉煌啊，都不应该傲慢，而应该谦虚。我们刚刚说啊，借假修真呢，不能因为我们有能力了，反而把我们的法身慧命给误了。这些能力也是聚散无常的。你说你记忆力很好。再过个30年也不一定啦，但是我们是用这个能力来自利利他，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了，我当时候辞掉工作，后来过了1年了，又回来考老师啊。哇，我辞掉以后再回来考啊，难度加很大。当时候流浪教师非常多啊，一位难求啊。结果先考笔试啊，100多人报名啊，一刷剩21个人了，只有一个男生。其他20个都是女的，所以我要进去这个接受这个复试的时候啊，他们学校的老师说："哎呦，今天还有男老师啊！"
啊，结果这个还要口试啊，还要试教啊，3阶段了。结果就3个校长啊，坐在那里口试了，啊，坐在正中央那个校长问我：“哎，你之前有当过老师，有没有担任过什么比赛的？老师啊，带学生出去比赛的啊，有没有得过什么奖啊？”啊，我都一直摇头。啊，你做过什么行政工作啊？我有算过这个，营养午餐啊，出纳啊，出纳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啊？没有了，哦，啊，我就一直摇头，一直摇头，啊，感觉好像快没戏了啊，啊，后来我出来说，他怎么都没有问我有没有爱心啊。哎，这个也是一种风气哎。一个学校的风气都是很在乎得奖，还是在乎学生有没有把德行扎下去啊？一个学校越在乎得奖，很可能就会忽略掉德行了。这是承德长期以来的观察。啊，比方说有一所大学，啊，它最出色的，啊，他们的音乐系的学生最出色，哇，他们的校长，啊，一谈起他们音乐系的学生，哇，得什么奖？眉飞色舞啊！哎，我去参加他们的晚会，啊，演奏，校长很高兴啊，啊。可是发现什么？他们每一个音乐系的学生走路都是这样的。哎，那才华真的是他人生的灾难呐！你说这样的人去当爸爸、当妈妈能当得好？I can't believe it！我不相信。你不只要培养他的才能啊，你还要护他的德行。你看，当校长的能看得到吗？你看起来在栽培他，事实上让他的慢性越来越高了。谁懂得爱人呐？谈何容易呀！我们都不自爱了，我们都不会护念自己，不增长这些贪嗔痴慢。我们怎么可能可以去护到别人呢？所以这个学校啊，不简单了啊。这个风气是无形的，随时在影响老师，在影响学生呢。啊，所以区里说“傲不可长”。傲慢心不可任其扩大。啊，一个人傲慢心重，不懂得尊重别人，这样的心态呀，已经很危险了。好像曾国藩先生说啊，家败，啊，败在一个奢字。这个讨人厌，败在一个骄字了。啊，这个骄傲一起来，人际关系一定不好了，而且人和啊，就会因我们而破坏了。所以这个心态很危险的。如果还不知道自我警惕，啊，终究会变成自私。刚愎啊，残暴的个性，
哦，何况啊，傲慢心增长一分，沉静心就减退一分，哦，这变化都是不知不觉的，不能不戒慎小心。啊，那孔子非常慈悲啊。在《论语》里面说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始交且令，其余不足观也已啊。其实我们当老师的，对孔子这句话要很重视啊。啊，一个人纵使有周公的才华，这些能力，那个比喻已经到极处了。因为孔子最佩服周公了，始骄，他叫骄傲，而且吝啬。那他这些才华不值得一提了，会出大事的。这样的人会出大事的，就是《才德论》讲的。才甚德谓之小人。一个朝代，一个大家族之所以会衰亡，就是用了才甚德的臣子或者是子孙，他就覆亡了。所以我们绝对不愿意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出来了。那所以老师啊，必须沉静谦和，虚心有礼啊。64卦只有一卦。是六个爻都是吉，唯一一卦六爻皆吉，就是乾卦。我们只要把谦虚教给学生呢，他这一生是吉祥的嘞，所以一定要教哦。可是我们一定以我们的身教来教他。所以乐于接受别人的劝告，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老师在班级里面都能展现哦，因为我们又还没契入圣贤境界，有时候考虑事也会刚好有忽略掉啊。啊，有时候我们这个家里发生点事，起了点情绪，啊，讲了一些话不是很妥当，也都有啊。哎，会不会有学生提醒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能接受，哎，我们就把谦虚交给孩子了。而且老师在学生面前是很崇高的哦。哎，你能谢谢他的提醒，甚至于你马上改正，那会震撼这个学生的心灵了。承德有一次啊，当时候在台湾，老法师住在美术馆附近啊，因为承德的家呢也在附近啊。那一天去亲近师父上人，刚好针对一些事情啊，承德提出了，觉得这些不妥当。提完呢，当天下午，跟着师父啊去摄影棚啊，我们坐在摄影棚里面，高雄摄影棚，
老人家在讲经的时候啊，针对早上提的不妥的地方，对着大众啊忏悔啊，是老和尚在讲《望镜还原观》第二次的时候。我当时候在台下呢，很震动啊！哦，真的很感佩啊！我们当弟子的只是提出来而已，就是谈到而已。老人家马上在讲经的时候对大众忏悔这些事情，所以真的，我们勇于去改正的时候。那学生终身难忘啊！说实在的，那根本也不是老人家的错啊。我们当弟子的做得不好啊！在老人家的指导当中，可能加了自己的意识进去了，甚至于处事呢。没有效法老法师沉静谦和，才会延伸出一些问题出来。所以乐于接受别人劝告，就会质量是见相亲了。假如我们不能听劝告，那招赶来的都是给我们讲好听话的。人生的际遇其实都是感应，聚过来的那都是谄媚的人多了，可能跟我们搞既得利益了，我们自己还没察觉出来。所以如果自以为高高在上，倨傲而不听劝谏，护恶而不肯悔改，那是不足以为人师表的。所以老师必须有教无类，平等公正的教育学生，对学生不能有高低贵贱的差别待遇。我们一傲慢呢，看人就有高下了。所以《弟子规》讲的，勿谄富，勿骄贫。人因为有钱呢，也会傲慢了。他会谄富啊。他会骄贫了，不能差别待遇啊，这变成造业了。这当老师可以积功累德啊，不能造业啊，这太冤枉了。老师必须尊重学生的尊严，以符合人性的教育，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格。如果一味追求高分数、高表现而不择手段，忽视学生的人性尊严与人格的发展，那是畸形的教育，不是健全的教育。当然违背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原则。读书自在圣贤，非图科第啊，更不是为了分数，也不是为了高学历而已了。这个目标啊，不能偏掉了。其实这一段话对我这一辈的人，这个年龄的人是很有感触的。我们都经历过啊，老师发考卷发完，下一次考试
啊，因为我那一科考了100嘛，老师发完考卷，下一次考试少一分打一下，啊，我脸都黑了啊，我铁定被打。你看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下一次考了91分，被打了9下。你说在那样的氛围，你说我们的人格发展会处于什么状态？这个人格发展伴我们一生呢？这些分数到哪去了？梦幻泡影，跟谁的家庭幸福有关呢？就那一两分，这么计较，搞到最后大家心里都很痛苦。哎呀，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好了。哦，这个世界不好玩啦，很多错误的价值观，搞得家人之间很痛苦，师生之间很痛苦。哎，哎。啊，轮回入血了，哦，不要再搞了，看破放下啊！哎，这一生安贫乐道啊，啊，只不要去跟人家争了，不要去夺了哈，啊，只要安贫乐道啊，佛菩萨安排啊，你的人生佛菩萨照顾，啊，韦陀菩萨护持，不用担心。啊，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一个人精进念佛修行没饭吃的？有没有？啊，有的话一定通知我哈。哎呀，这么好的事，我铁定要去护持的。哦，护持到一个真正安贫乐道的人，那我就可以变胖了啊。那功德很大的哦。啊，可不能小看那个。每一天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人家骂他一句，他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有这样的人可不简单了，他不被境界转啊，哦，啊，我们当老师、当长辈啊，是要有良知的。要有责任的，我们走过的弯路、错路，不能再让孩子走了。那关于对学生的惩罚，那不是让老师发泄怒气，而是老师出于善意啊，节制学生的顽劣。哎，这个动机很重要啊，存心很重要，绝对不是发脾气的啊，以及加深学生的记性。你用这样的心，孩子被你处罚之后感恩你啊，我们用的是怒气，那孩子绝对会记恨我们。啊，这因此啊，处罚必须很有节制，很有善巧，啊，才不致造成学生身心的伤害啊。即便如此，啊，等于是说呢，哎，我们懂得啊，哎，我们处罚孩子的心态啊，我们要注意到。但虽然我们注意啊，可是有时候我们考虑的不够细、不够深、不够远、不够广，所以为什么要常常读啊？比方说《格言》《别录》啊，比方说四书五经，因为那一些都是最精华的。有时候我们看着这些经书。哎呀，我都没想到，古人想得很详细呀，很周全呢。
所以真有福报的人就珍惜五千年的智慧，一有时间就亲近佛菩萨圣贤人。所以古人还有七不折之教啊，很值得借鉴的。即使只是责备学生，都必须避开这七种情况。这让我们感觉心地柔软了。所以老师的心啊，我们前面跟大家有提到，春学究语啊，内容里面提到要有母亲的慈爱呀，父亲的这个严正啊，父亲很有威严的啊，母亲很慈爱，老师要同时具备严跟慈啊。那这个柔软呢，就表现在时时能体恤学生的状况。第一，对众不责，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要责备孩子，要在众人面前给孩子以尊严，孩子都感受得到的。我的母亲要打我，把我带回家，那个过程都能感觉到母亲的心境的。就是你在走的那个过程都觉得很惭愧了。但是我们都看邻居的，当爸爸的，当妈妈的，就当众打到那个扫把都坏掉了。那孩子都被打成破罐子破摔了，这个都是情绪发泄的，甚至很好面子还打给别人看，不妥当啊。第二呢，愧悔不责啊，假如孩子已经为自己的过失感到惭愧后悔了，大人就不要再责备他，这一点也不好做到哦。那是要什么？能时时感受到孩子的心才做得到。陈德也观察，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啊，孩子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惭愧了。那当爸妈老师的嘎嘎嘎还继续讲。都没有掌握到恰到好处哦，本来他那个惭愧心起来，你讲到他很烦了，你看你没有护好他的善根，最后离开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啰嗦。哎，这个度是智慧啊，可是这个智慧来自什么？来自慈悲，时时体恤的慈悲心。真正柔软的心啊，不让人难堪啊，不让人难受啊。就像老法师常常提勉我们，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呢。哪怕你在指正他，但是他感受到的是为他好。真诚。第三呢，木叶不折，他要睡觉了，不要责备孩子啊，这样责备了孩子带着沮丧失落情绪上床，要么夜不成眠，要么噩梦连连。你看我们随时都不是情绪做主的，都能在这个境界当中关照到孩子要睡觉了，明天再说。我们有时候性子急呀，就扶不住了，扶不住情绪了，非今天给他
讲清楚不可，就搞到身父母子女身心俱疲。啊，第四，饮食不择。正吃饭的时候啊，不要责备孩子。假如这个时候责备孩子，很容易导致孩子脾胃虚弱。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哎，你们有没有经验在吃饭的时候被人家批评？哇，你们都很好命，你们都没反应啊。哎，哦，还是你们修养好，都没有放在心上，要想这个有点想不起来了。哎，我回想啊，那在吃饭的时候被人家一批评啊，马上这个鸡胃的这个肌肉就有一点反应了。那我们假如能体恤到对方呢，己所不欲，我自己有这个体会了，我就不忍心这么去做了，勿施于人了。这才是爱人啊，体贴入微啊。其实这样的能力是我们本有的。我们想一想，当爸当妈妈的人，孩子有风吹草动啊，你第一时间就去了，那是我们本有的天性啊。啊，我姐姐都是第一时间反应，我还后知后觉，怎么了？她都听到声音了。谁教的？谁教妈妈的？没教，天性，真心起作用了，对孩子无条件的付出。可是当孩子开始长大了，开始有条件了，分数要给我考好哦，怎么样要给我怎么样哦，要给我面子哦，不要丢我的脸哦，哎，很多要求出来了。我成绩不好，后来还能慢慢恢复起来，都是在父母的这种不比较、不攀比，不然我们的信心会折损呢。我们父母从来不拿我们去跟人家比的，啊，都是鼓励我们多啊。啊，第五啊，欢庆不择。孩子特别高兴的时候不要责备他，人高兴的时候啊，经脉处于畅通状况，假如忽然被责备啊，经脉就会马上堵住，这对孩子的身体伤害很大。哎，我们上课的人也要注意这一点啊，你突然是很轻松的气氛，突然板一个脸啊，喊一句很重的话，把人家吓到了，不行了。哎，随时要能体恤到学生的状态。哎，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处于啊，感受到经脉堵住的感觉呀？啊，我是比较敏感的。有一些情境啊，马上就觉得这里就有点堵了啊，然后就要自己啊调一调啊，赶快揉一揉，然后打几个嗝啊，这样调整一下，就会比较舒畅了。所以真的，我们的态度啊，情绪会影响人家经脉不通。哦，第六，悲忧不责。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责备他。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人很悲忧了，还责备他，就太不体恤了。
安慰都来不及了。啊，可不要人家悲忧了，还告诉他你业障太重了，所以你才会遇到这个事。好好忏悔。啊，昏倒。哎，我们这个学大乘佛法，假如没有儒家的基础啊，真的会学成这个样子的啊。人情事理体恤不到了，人心体恤不到了，都用很高的道理压人。教人以善，勿过高啊，当使其可从啊。攻人之恶，勿太严啊，要施其堪受啊。提醒人家也要不要话不要说尽啊，提醒你不要一次全他所有的问题全一次我给他个痛快。哎，可能你这个劝诫一下他信心都没了。你本来是要劝他的，搞得他都没信心了。别着急啊。所以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施其堪受啊。我们在护念别人的时候，也要调伏自己太硬的心了，太刚强的心了。第七，疾病不责。孩子生病的时候，不要责备他。生病是人体最脆弱的时候，此时更需要父母师长的关爱、温暖。假如一个人生病了，家里的人还说别装了啦，别装了啦，起来了，哇，你说他多难过啊。有时候啊，真的人没有经过啊，不知道那个味道啊。没有两三个月失眠的人不知道失眠的痛苦啊，甚至你说啊，睡不着，哇，你这样讲话呢，伤到人家那睡不着了。虽然真的了，你躺下去三分钟就睡着了，但是也不能因为你太好睡了而体恤不到人家这个难睡人的心情啊。所以是非经过不知难啊。往往人生过病之后啊，同理心比较强，会感同身受了。那生这个，所以啊，父母师长的关爱温暖呢，这个比任何药物都有疗效。所以这个七不责啊的古训呢非常重要。做老师的人必须铭记在心，切实遵守。这个七不责是心法。这样体恤柔软的心，真的我们当老师随时可以提得起来。那孩子信任你，依靠你，你给他讲的话他都会放心上。好，那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